如果你我之间只有一个人的活，我希望是你。你会带着元旦，带着我去看九州，替我看到人灵和平共处的那一天。自己的元旦，您这样会没命的。没用了，我唤你过来，是要你把陆岩带走。从今往后，陆岩就是你的主人。不，主人，我带您一起走，我一定有办法救您的。主人马上就要来了，快走。否则，前功尽弃。不，主人。这个交给陆岩。那我先把将军带走。你要等我回来救你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